视人生，成就生命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，迎向未来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阿弥陀佛，咱今日要来高雄慈悲道场开光洒净。来，后面佛像先移一下，那个出家人，出家人，在家不要。这佛像爱靠来的，灰爱靠把靠。各位，你搁看对无介意，搁讲。这处顶古位啊，你看顶嘛古位。那我们修行就是这样呢，对内对外，什么所在问题，咱在什么所在改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你来这来这，那个清净目眶你就看得到啊。但是在这个阶段来这，虽然修化清净，但是佫无断烦恼，安尼佫看袂到。那就会产生骄傲心，所以结婚人好水不？我敬诶，不是，这是不单的了，不单。但是有一个缺点了，因为它有痕迹啊，横条，啊，但是那翕起来呢，它比较好看，老会猛烈个看着，还洗干了怪怪，是不是？好，对啊，所以各位要学哦，学佛大乘佛法，一切拢是为着众生，为着众生啊。讲话爱好听，眼神爱好，啊，同样更是，念一遍，心肝爱好啊。所以这叫做慈悲道场啊。麻烦要来做义工的，想问一下，有慈悲无啊？啊，若无慈悲，你就去一楼去坐坐下来啊。所以。所谓的开工，其实佛菩萨没开工，什么人要开工？人的心宽，爱开工，爱光明。但是光明为得来，为地回来，所以我们叫急躁。所以内心极静，然后呢才会放光呢。我想，诸佛菩萨都在，拢伫诶。但是你的内心来集中，刚刚讲的水晶、钻石会不会发光？因为诸佛菩萨永远发光嘛，月亮不会发光，但是有你陶艺的根了啊。所以不但放光，而且这个宝石切成多角，哇，那个鬼，它就可以反射到所有众生。当然，我们希望慈悲道场能够放光，而来祈求护菩萨加持。但是有人问我说，啊，师父，我老卡在创什么？老卡暗时在无用啊。那这也是我们来的理由啦啊，因为这些人很有精力，暗时这么困啊，喝酒跳舞很欢喜，我们以前嘛呢，对不对啊？差不多了。但是现在我们找到快乐了，晚上只能到王阿波放光去，去那唱卡拉 OK啊，去啊念佛啦，但是呢，白天我们在精进啊，所以当然所谓开光，那就希望真的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。
来这边的护法信徒心都得到加持啊，所以包括各位修道的邓弟，人来看你讲，你跟他人的手机啊，那手机要人来翕相，内底有闪光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伊讲，你那遐光安尼啦，啊，因为你如果得到一个心态的转变啊，就可以放光。当然啦、啊，我讲各位头壳顶个灵气哦，你若坐灵气加工，哇，其他灵气那还强啊！啊，所以后摆即买到一个，他们会装了一个透明的亚克力，装小夸用个顶头呢，然后它下来袂去冲着你的光头，好唔好？然后它气还会往旁边呢、啊，所以这个也要学一下啊。那学佛就是要不断、不断、不断、不断。去由内而外，由内念一下净化烦恼，由外来净化众生，而且由内而外啊，自觉觉他啊，这种方面呢，缓慢了，那你就辛苦了。那各位千万不要跟人家斗争啊，对吧 ？A 道场、B 道场、A 团体、B 团体，哦，这边去做，那边去做，喜欢跟人家斗争的人，不适合在团体里面。啊，因为在团体里面、啊、一个喜欢斗争的人进来对海聊聊、啊、所以各位啊，来道场也好啊，我们这边哎，灵气开到通强呢，啊，你该安怎啊？我发现多啊，就咔是无开，还是要讲开有事安尼？啊，你啊头壳要修炼，你换一位啊，因为。所以我就要来的叫人来的没住啊，没还没住我叔父家，我得修公棍啊，所以都啊就开始，没点灯哦，没点修这啊，点这就好看的话，那当然我也跟暂时法师说，以后不要用布了，所有的布不用，好不好啊？不会修出边了啊，因为很多人很喜欢点灯，其实保信心就碎，但是你只能够给它拍垮去啊，因为孤寂嘛，啊。所以那下面代志你爱这个开光，光的意思是打开，你看清楚了啊，变了改变了改，所以我来看看，我可能头壳顶去地嘛来改，是不是啊？认养认养啊，那最好改的时候这边不要白色了，因为这里是佛前嘛，对不对？要改成我看是不是金色的嘛好啊，也这也在惨了呀。然后去点火嘛，改做念一下太阳灯，安尼主法法师名在较红啊。太阳灯翕起都，就像那边水果是不是用太阳灯？那水果都很新鲜，每天一出来变白色个样咧，还给你骗啊！那所以这个要智慧，要智慧啊！因为我们要让佛像法师台前庄严嘛啊，然后呢，那怎么样去配置？那这个叫善巧方便啊，那大乘佛法目的就是要帮助众生。从各位来，你看一瓶一瓶一瓶表，一瓶表是啥？一空吗？不是啊，伊迄大石就歹个，敢那黑洞啊呢？啊，还讲旧个啊，啊旧个换一个就好啊，这拢爱改变啊，啊，所以两个玻璃啊。啊、各位，这个你要练，你今日去任何一个所在，你要知啊，但是你不一定爱讲啊。但因缘搞，你也该讲了。这些人，你该做生意，你要了解伊。了解不是为了要赚业绩，为了慈悲啦。希望伊较好，伊人较好。那你为想，伊就为你想，就很简单的道理啦。你要做生意，更该为对方想啊，对方就为你想，千万不要斗争，我把你斗掉。啊，我把你排挤掉。其实你排挤别人，会不会排挤自己啊？你也娶无某，嫁无翁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有些人喜欢斗，啊，喜欢斗那就不对了。所以各位要尽量的接受对方啦，包括你翁嘛好外遇好啦，接受后摆丢你娶两个，啊，你的人个呢就好啊，福报就大了，因为你忍辱了嘛，忍辱了啊。接受了嘛？接受本来为什么要接受？啊，本来就有缺点嘛。啊，但是你要接受，接受再来慢慢转化，啊，
啊，所以我想各位学佛的是咩？中央八郎啊，那所以为什么观音四字菩萨伊要中央阿弥陀佛，所以伊唔只一定爱成佛啊，那就佛嘛要调行要来中央佛。那我想各位这是主毕业艺术慈悲道场最主要的开光呢，咱是要庄严众生，咱要甲对方讲，你也在成佛，所以我们才要来找你啊，要来帮助你，要来庄严你，不是讲我高高在上啊。那对方错，那你更要爱护他，佛教用慈悲爱护他，让他由错变成对，但是不要排斥他了啊。你排斥他，对立就不好。啊，但是当然了，他目前还不适合，比如说这里狼就败啊，他不适合在这边呢 啊但是不是排斥他，安置他去好一点地方了啊，让他不会去造恶业，不然他这个爱斗争的，你给他困了狼，他就要斗啊。人家高啊别讲不一样，但是困了狼别不一样，啊一个坑内无狼的时候在伊就卡别不一样啊。那几个坑内给他高啊那都好啊，那各位要去想这个。怎么去安排？那为什么别人安排？来，你们这边一心两佛，求佛菩萨加持啊，这个叫信用啊。因为我们不懂，那有心无有心无力啊，所以呢，一直祈求三宝加持，也一直谦虚，知影自己的想法无究竟，所以一直祈求三宝加持。请问，咱祈求三宝加持，三宝会来加持嘞？百分之百，还是讲咱个无明砍掉的，咱无法度感受到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来加持。其实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比老母更加老母，安尼啦，那叫做大慈大悲。他不是想尽办法，就讲要给你加持，就算你有一个小小的毛细孔，伊嘛为啥整你去？安尼啦，他就是想要护持你，让你知道，让你圆满。所以我想，为了要助悲，咱来袂使离开念佛。啊，未使离开皈依三宝，卖用家己的想法，你要用家己的想法呢，个偏去啊，你要甲别人的想法拢无同款啊。所以就句话讲，咱心来变吼，外口的业报才会改变啊。所以曾经有一个头家问我讲，啊，我请一挂神佬拢骗我的钱啊，是安怎？我头家可能你真够骗人，啊，做生意当然嘛爱骗，我不怪啊，你都爱骗啊，你。啊、你要要求别人老实，结果你在做骗人的代志。啊，你卖物件你在老实啦，货真价实。啊，你的员工就老实啦，很简单吧？啊，所以我的老婆讲，啊，我今日还歹嫁，我问我啊，你好嫁吗？啊，因为你的心态，所以各位了解如此，那、啊、所以开光啊，所以我觉得话术给了姐妹来，心光法师。小心哦！我这名心如果不光的话，啊，所以各位就心广哇，大家名拢就好听啊！啊，所以为了咩呢？那我们一定要内心有光明。那内心如何有光明？那我得醒佛啦。所以借的佛光，明白吗？啊，我们准备好了平静心，好的动机，那佛给咱加持。所以今天要开工进前，甲各位讲下这事，要甲各位开工。啊，小等下开袂到的，为啥老等咯？我你听啊，这个过来又该开工，佫袂使佫等落去。人也无听就袂进步啊，所以各位爱听啊。所以我听你讲，我们去机场要过关，哔哔哔哔哔。等我各位你阿伯到这，哔哔哔哔，哎，小蛋，你袂再起来，你这个人有问题，啊，心态无健康，所以道场内底有人嘛有魔，道场内底是安尼要净化，其他有魔，安尼啦，所以我们要，哎呀，这个魔，它也可以转化，但是呢，先关心地君，迄阵福报足大，阿袂发菩提心，迄阵嘛是魔呢。啊，都在做规模呢，有力量呢，大威德鬼王。刚才地下大师的慈悲心给感化，所以要行魔，行魔以后你看，哇，乾隆菩萨找到自己啊。其实乾隆菩萨过去在
无量劫进前，甲释迦牟尼佛斗阵法愿的，一个讲法愿成佛，一个讲护持三宝。所以，但是虽然发了愿，人会未失去，未失去，因为伊去杀人，伊讲为了国家伊去杀人。哎，各位，为了国家会使杀人未？未使。虽然咱的理由啊，为了国家所以去杀人，啊，问题是，何里杀人？虽然是你的冤仇人，乃至是敌人。问题是伊冇母囝咧，伊冇家庭咧，伊冇疼咧，所以地下大叔甲伊讲啊，虽然你方抬针头，你感觉唔甘愿，为了国家，为了保护，期待红药等等，啊，但是对方何里抬呢？啊，所以你要有个惭愧心呐、啊。所以不但呢，不但有惭愧心，要思维无我。啊，下面才是真正咱的生命，咱的生命唔是有逃无逃呢？咱的生命是咱有一个心。啊，这个心里面来去过后，慢慢的理解了空性，而发起了菩提心啊。所以我想各位要点来去思维这大问题。啊，所以咱开一个慈悲道场，希望这跟甲过去无同款啊，甲过去无同款。但我你来看拢，啊拢老面孔啊，无新呢啊，所以做法拢同款啊嘞。所以各位，不要紧，要改，要改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改变新的方向，变那去做关怀，关怀啦，啊！所以老卡老丁变那个多啊，一老行李两拜，无错开老丁拜婚了，啊！那所以那慢慢来，那是少年郎变那个多啊，就在上班呢变那多啊，那你要想办法啊，也不要把法会。把修行就一直在法会上面啊，所以我个人是要求自己这样，所以到我未来感觉我心情就好诶啊，感觉因为迄代人需要，了解吗？各位，我即马甲各位讲哦，讲未入去，听甲已经听甲足深啊啦，啊，那个讲未入去，啊，所以在感觉诶人，即你去目睭拢听甲转过去，你咧讲啥安尼啦？啊，听看卖。所以因为新鲜嘛、啊、但是无论如何各位要用这个方法，所以各位已经是油条了，不要做老油条，但是要把这个佛法的好处套给你的人格思想，走路坐车买东西给人用好好吃，跟他说一个菩萨你去买水果，我们的敬啊敬啊，但是敬的东西你如果修行那卡不爱敬，是安怎？哎，直接敬起很多啊！啊，来是别人敬乱乱，咱个个摆好势，哎，因为啊，迄个卖水果你就个多啊。修行唔是用嘴讲的，用行为啊！啊，所以啊，对方就讲哇、哦啊，这个人遐好。所以我过去捌一个食菜讲，你卖菜讲，我一天看偌济你卖菜，食菜人什么面都有。啊因为伊是咧卖寿司的，诶，假菜人什么一种米饲半样人，你才了解。安尼你开我，你开我，所以每一个人你都要改念佛啊。因为一个个拜伊本体嘛是有佛性，一个假菜啊，啊你咧卖寿司可以吃，啊你都要想讲你是菩萨同款啦，爱跟道上讲啊。啊，他伊咧买买菜，啊你嘛该开欢喜啊，比如讲伊买高科。哎、欸，是这样物件，各个高赞人就话，好，这辈个送你，对不对？欢喜都欢喜啊！啊，给一块肠啊，给你，阮老母给一块肠啊，给你。这边钱啊，啊，老母，哎、欸，给，我问阮母啊，你啥物事买？人个加送物件呢？啊，我都呕掉啊！所以各位，这点当然啦、啊，你要怎么度众生，怎么样帮众生？啊，这点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市区开啦？然后头前个是桥啊，车水马龙，安尼人唔再来来去去，干那鬼也够好啊！而且话从这边经过，他就得到佛法的加持。所以各位虽然咱互相肯加，阿爸咧念佛爱向马靠向桥去念啦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！希望在轮回的过程，他们能够找到自己啦，要有这个悲心。所以修行向两个方向，讲完来向内底，向外口啊，向内底净化，看到家己佛性，向外口的慈悲，念这边众生拢是老母，
众生拢会成佛。哎，安尼唔当去利用众生，各位，贪做生意人就是咧利用众生，来动机歹，所以你永远都无头开悟啊！啊，想出家人袂使做生意，你若做生意，啊你就起啊，这偌济，迄偌济，啊你心肝就歹啊！啊，佛像偌济，念珠偌济，啊那个歹啊！因为咱的动机是讲啊，好听是讲这种贪较济啦，好啦，别这个人就贪较少，因为你有一个歹的动机。所以向外靠，咱个是在自卑，骨较歹的人身躯毛优点的啊，才记得这句话。啊，你将伊优点个提来用，啊，同学们你要学了这安尼啦。啊，伊个缺点，啊，咱要哪该净化、该自卑、该包容，啊，咱家己嘛卖有安尼啊，安尼毛处理心、悲心啊，所以你慢慢啦，你就在讲，哦，修行的心态就要转变、转变。所以。好吧，你好啊！你外边检查啦，出去哔哔哔，老留校查看。你拜卡天光啊，光啊久开光啊，等于嗰个冤家啊，你没有开到光，嗰礼拜精精怕怕的啊。所以后摆呢，后边用这个忏悔式，你去来这个砰砰砰出来就好啊。啊，你去来这个，我会请一个啊魔将给你修理啊，因为要去开刀嘛。啊！你要有决心吗？会晓修行啦！我逐工嘛要你去拍拍的，安尼你才会进步。啊！你去拢无要拍，干哪会使啊？是不是？所以各位不能怕魔，你来讲来，祈请魔众在我身边，所以要随时给你加持加持。你也做唔到代志，罢了；做唔到代志，好艰苦，还要去反省。如果没有魔来帮助你，你就没办法。事实上，愿意帮助你的魔是什么？来，伽蓝菩萨，护法啊，护法用这种威猛的状态来跟他道三纲。啊，你若惊天的人，你就无法度了啊。所以我想各位好，阿南今嘛要来做开光仪轨，请打开。虽然咱内底佛像无摆这啊，但是我甲暂时法师讲，卖摆这，人这就好。啊，像这些都嘛收大地，啊，一半就好，对不对？尽量，今日是无见见人啊，就是进修八关斋，尽量发书了坐咧壁顶就好了。啊，然后呢，安尼人客较济啊。我本来讲，啊，八关斋个人收济，已经嘛个拆掉了，已经啊拆掉嘛，搁坐三四十个，对不对？安尼就好啊，楼顶房间小少一点 ，OK 了啊，然后。大家方便，因为难得有一个地方要善用它了，善用它啊，所以当然如果这样办大法会很好，而且这个房东啊，这对阿婆啊，我会打拼帮伊做功德，还过去我的北部了啊，这叫姻缘呢啊，所以还比那个布温啊，所以也价钱也算得很合理啊，而且人呢很亲切，很好了。啊，所以，但是我们要来报父母恩啊！啊，各位呢，礼敬供养啊，所以我们就来念佛、念经啊，啊，念祖师大德的教义、教化，那一定要记得哈。那有的人念经真爱念，但是无法度吸收到经典的精髓，因为人的根气无同款啦啊。有的人念一遍地藏经，一世人就吃菜啊啊！信任够啊，友好啊，超多啊，乃至有的人念一遍地藏经就发地藏愿啊，因为这是过去的圣经，一面古著啦。啊，各位逐天咧看出家人，你嘛无想要出家；啊，有的人咧看到出家人，为着足想要出家啊。啊，有的人嘛是出家，却无多发菩提心啊啊，有每一个人的一面无同款啊，所以各位爱一直累积一代资粮啊，福德圣经。啊，智慧诸牛爱在累积。定来讲，你印金刚经定来，互人看。你印一千本，即内底有一两个有开悟，乃至有体悟，啊，即你拢得到这福报啊。后摆你若听到第金刚经，你嘛会开悟，意思是安尼。啊，所以讲爱多静因缘。啊，所以同样可能是这粒心。啊，所以讲咱然后家己的心观拜起超凡主书对立。因为你这个心态呢出去哦，这污浊拢和你影响着，影响着坏的心念嘛。
这摆念头啊，就会产生了这个恶作恶事摆。啊，咱的心念呢，常常拢是清净慈悲。啊，你行到什么所在啊？哇，拢在放光啊！啊，所以佛教人发起一个佛心，叫做无上菩提心。啊，你也常常用这个无上菩提心，那么来做一切代志，不管你在做行李、做什么代志，这无上菩提心是信任过的，是无所求的，了解一切拢是幻化的，乃至呢。不断慈悲的，恭作一切善根，回向我众生，回向神佛，啊，种种的合起来叫做无上菩提心。啊，所以你要常常去反省自己。啊，今嘛要带各位读个148页啦，也就讲到，那这是阿底峡尊者以及世人修行的精髓。所以各位后摆你嘛细埋留一段落来，好不好？留21条，你今嘛来开始去写。你要留你的查某囝、你的囝、你的孙啊，什么物件啊？你留一挂黄金财宝，那还好有福报，但是福报搞不好嘛是个咧轮回啊！啊，从好你留一挂钱，可以欢喜，啊，佮好一挂法，可以解脱，安尼啦。这个咯，满足伊的世俗法，哎，啊，佮呢，可以解脱，那个咯，听堂伊。所以来，咱来念好唔好啊？今日念大意的，在哭泣。阿底峡尊者，哇！阿底峡大地边来念啊！阿底峡，你都来念阿底峡，那这是翻译过来，叫做阿底峡。啊，你个念到大地都变了，你哪呢？我念今天我口读，啊！所以阿底峡他本来都没讲阿底峡，那所以人家翻作阿底峡，你讲翻作大地音波啊。所以阿底峡尊者教授。有地主问尊者，我来念啊，你好好听，好唔好啊？代表阿底峡咧，甲你讲话哦，啊，你会开悟，啊，即嘛来供养诸佛，供养阿底峡，供养佛法神。在一切道法当中，什么是同殊胜的法呢？地主安尼问啦，在阿底峡尊者要下步进行啊。尊者回答：第一，正悟无我之义的人，即是。通殊胜的地价，有理无？哎，依教奉行哦，啊，无一个我唔是查甫，我唔是查某，我无和你骂，无和你拍，啊，所以根本我这个我是幻化的，离开外开一切拢唔是我，所以我就是水，我就是风，啊，所以好甲歹拢是我，你嘛是我，而且没有对立了，啊，合为一体。第二，通殊胜的气概。即是心相续调流，那好佛同要跟是咱要调流，咱即个心跟它莲花清净柔软，无污染，充满一切芳。那么，所以好佛同要跟的概论就是各位爱好心相续就是不间断啊，永永远远都在调柔啊，所以柔软心、莲花心、慈悲心要强调紧。第三。通殊胜的功德，即是具有饶益之心。规天食饱，可能想要帮助别人，好唔好啊？唔是食饱要讲害啊，要讲失格啦，啊，要趁钱啦，要冤家啦，要甲贱落去啦，啊，大某甲细某咧冤家安尼啦，要赶出去啦，要讲贱啦，啊，安尼你就规天咧损福报。所以各位，透早爬起来的时候，免得帮助众生，好唔好？地基主啊，高爷啊，厝边隔壁我替伊念啊，啊，路的大家拢平安啊，大家拢发财啊，我无钱就好啦，因发财较要紧啦，卖为家己想啦，我的身躯所有的好的拢要给别人啦，啊，那真正有功德要回向给因啦，规工咧帮助众生，好唔好？第四，通殊胜的教言，只是经常观察自心，那一切佛法拢是叫咱净化家己，念一下。诸恶不作，众生奉行，诸净基义是诸佛教。所以各位爱经常听听观察自己的内心，唔通去检讨别人、批评别人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法跟他行对着咱家己，看到佛像，念到佛号，听到佛经，哎，咱的心有跟他地藏菩萨不？咱的心有跟他心经啊的空性不？咱的心有跟普门品的慈悲、大悲咒的慈悲同款不？来观察，啊，所以先第四就是教咱看到家己心的人，啊，所以各位爱常常问
你出比隔壁，跟你斗阵来，好哇。